所以这里面讲到这边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告诉你垂足方便，直视唯心。所以那个唯字，今天的重点就是讲的那个唯字，就是让你知道是什么全一，全其一。因为世间人都不知道全一，所以唯物的就谤唯心，唯心的就谤唯物。那那岂是大圣佛法之中讲的唯心的道理？唯心就一切心嘛，含容一切物。唯物你就知道，那唯物既然讲到唯物，那谁知道物？那一定在物上有心，你才能知道物嘛。物不会知道物嘛？那任何万物，像大山也是物啊，大水也是物啊。大山大水在每一个人心体之中都有不同的表法，不同业感的人，山水在他心中都有他世间现前世间承受的担当啊，他的表法。怎么没有心呢？没有心你怎么会知道物呢？全物是心，全心是物，才叫唯心嘛。全法是心，全法全心是法，你才知道唯心嘛。所以那个才能够讲到实相者，你才知道非相，你不会堕在是心是物上面，堕在种种相中。所以他才能够在如来体中能够现尽一切相，现尽一切什么相？是心是物，你才能够明白吗？好像有个心，好像有个物，好像有个物，好像有个心，这一二法你都明明白白，有真有俗，有俗有真，你清清楚楚。但你是堕在真中吗？你是讲那个单一吗？你是堕在俗中讲的那个单一吗？不是，你全俗是讲真，你全真是讲俗。那你的智慧在哪里？你的智慧就叫做中地圆融嘛。所以中地不是离开真俗有个中，哎，你圆融真俗就是中啊。假如中地离开真俗有一个中，那个中根本叫做偏。为什么叫做偏？就是《楞严经》讲嘛，那就是那种众生之见上立的中，南观成北，北观成南。你站在俗中往真看，那个中站在真那边；你站在真中往俗看，那个中站在俗那边。因为你有个相可立啊，你哪有中？凡你众生语言之中，但要着相，全属搅乱。那是破相的言语啊，破相是连心中的执着，破那个心，你还有个心可说，你还是堕在相中。所以那个才知道始知唯心啊。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唯心，《金刚经》你就没办法读，你怎么读？开居院就告诉你，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你最多只能跟着唱而已。然后告诉你，我皆令汝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一切众生我皆令汝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你老是用我人众生受者相吗？我度一切众生，不是我人众生受者吗？你还是拿这个四相再说一切度吗？你还说拿这个四相再说一切度，你就永远就在这个度量中，你永远就在守着这个度，那你怎么能够灭得了那个度？你自己守着那个之间的度，你都灭不了那个度，你又如何灭度一切众生？你又帮一切众生灭度？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啊，念念之间要体会那个心性。现在可能大家慢慢能够体会一点了，但是不要急，因为有很多东西啊是要从知见上理路上建立的。所以经文都告诉理须顿悟啊，事才能见修嘛。你要是不懂得理，哪有见次呢？你一定要把理贯通，理跟事其实就是一心。一个人要明白道理，就好像一个人为自己建立名目，有名有目标，那叫做明白道理。虽然刚开始那个理跟名目可能在心中啊，最初发心，虽然发心很强，但是道理不清。但只要有真如是发心，就像刚刚讲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真要发心，就从最初的身你会慢慢转熟的。将来在道理不断的熏习，不断的听闻道理若熟时，你就会发现你就能用得到啊。
我们今生啊，就算明白一点道理，就是一点点皮毛的道理，今生都不见得你真的能够现正哦，正德，正德就是你要常住在心。何况你不知道道理，就好像一个流浪的浪子，根本不知道家山在何方，你怎么踏上归途啊？你知道家山在何方，都不见得你今生能够踏，就算踏上归途，不见得你到得了家山呢。那还要多生累劫啊！所以今生能讲出这种道理，是要今天你就要告诉自己，我要懂得如何归家。从你的道理之中，你要念念转熟，就叫踏上归途。终有一天呢、啊，你才能够真正还家，才能够救一切法中救路还家，才能够排除一切险恶困难呢、啊。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哎，道理，哎，法师你讲了这么多道理，但你真的没有，对吧？你何必还要自己打自己如是良知上的闲差呢？还没正，放心，正是要什么意思啊？正是要光看那个字就是一个言一个登的登入，就现在像网络一样，你登入，登入，你完全就是这样子用，叫做正的。你要是在懂得道理最初，你马上就能够马上豁然开朗，那都是过去祖师再来。什么叫过去祖师？他念念在这个上面已经无量劫来如是赤诚恳切的修行，所以今生呢现出他弘法因缘时，他一生了办。但这一生了办，他有多少生中的念念修行？所以你想要将来成佛做祖，不就从今生开始吗？所以你也不会妄想说今生你懂得道理你就马上一蹴成就啊，你会知道那一念决心，因为你觉得一蹴成就这一念心都是感觉，我怎么还在一蹴成就能不能成就这个感觉上面还在衡量我自己现在的发心，自知惭愧。你慢慢沉淀，你慢慢在那边圆融，慢慢熟悉你，我才肯定将来生中我们才有希望。才可能有希望，所以不是那种马上就会回答。那法师你讲了，那你证了吗？这表示在修心上，在见次上面啊，可能发的心那个不够健全，啊，就变成这种言语就变戏论。既然叫戏论的话，将来生中你也不可能懂得道理啊。为什么？因为你懂得道理，不可能证。所以你自己亵渎啊，亵渎了这个戒次，你将来就不可能再懂得道理。你要等到有一天你懂得道理，当下就要证，那是大根器的，那你就不可能了。因为大根器的人前面绝对也没有多生累劫之前没有这种声音。大根器会有什么声音？大根器在这一念现前时，他都知道，我觉得这一念，觉得这一句戏论的话，那当下都是绝啊。我怎么还在这个念头上面去衡量其他人呢？所以他那个心中就会默然，心里面就会慢慢的深入。你要真正深入如是道理，将来是才能叫做渐修。所以是要渐修啊，在佛门上讲的也不是讲的造作，是你真正发现心性就是如此嘛。你明白那个道理时，那个事中你就根本不必刻意造作，你在你过去的习气跟一切行为举止当下，它就会渐次不断地为你沉停沉静呢、啊、慢慢为你过滤啊，不是吗？所以就如同上次跟大家讲的楞伽经一样，你在这个作用上面才知道理虚顿悟，所以就如同镜子照射顿现一切万色，那是顿悟。但是顿现一切万色时，那些色是怎么样清净的？色是从最初现色，然后到中，然后到末，那是渐进。于现色上面绝对是顿，是理上一定是顿，但在色中的过程一定是进，一定是渐，渐次的渐。所以这里面也没有半点造作，镜子照色之时，它是怎么造的？顿现。顿现时，那个镜子现出色来的时候，就好像有那个色中的感受吧，有染吧，但这个染怎么进的？
其实这个染就是在净体之前就慢慢慢慢升起，慢慢慢慢消落。你明白那个慢慢慢慢，你根本也不会破坏它的慢慢慢慢的成就。这个人叫做渐进，这个渐进其实就是顿现，这个顿现就是渐进，那是心中的智慧。所以你何必还要刻意那个去回避那个慢慢慢慢，甚至你还要妄想不要慢慢慢慢。你要妄想不要慢慢慢慢，表示你根本没有看到自心嘛，自心现象不过如此，你何必还要在自心现象上面多起妄心阻挠，多起种种烦心困惑。